如果我连续一个月能每天都卖50,000本这个书，我一定要死后在我的墓上刻上这样一句话：我把一本非常好的书卖出150万本。我在读到这本书的时候，第一次充满了对力量、对生命、对森林、对流水、对落叶、对日月、对清风、对苔藓、对起舞的萨满、对夜里的月光，由衷深沉，不知所以，但一往情深的爱。